你拜阿弥陀佛，无量寿，无量快乐啊！今嘛快乐，未来嘛快乐啊！那我想这是一个观念的改变。当然，我这样说，希望各位家里修八关斋戒，那你快乐的心，啊，才有法度让众生快乐啊！因为众生啊，伊刚刚死啊，伊在做亡魂，伊就艰苦啊，真艰苦啊！但是，咱好也快乐，不是欲望的快乐。咱好也快乐是慈悲的快乐，清净的快乐啊！那这是每一个佛给咱的方式了。啊，所以咱学佛的人，那应该这是我对咱中部中华万林，因为我对阮阿嬷、对阮老母的印象就是，人不是歹，是拢看到歹的啊，对别人的歹耿耿于怀，安尼啦。啊，因为我敢讲阿公也好，阿嬷也好，都一个拢有伊优点。但是我老母我发觉伊人绝对袂歹，但是吼、哦，你莫做一件歹代志，伫伊身躯安尼就好啦。伊会一世人甲你记条条，啊，就为着这代志，都阁改化改足久安尼啦。其实是小看代志安尼啊，所以咱内心内底。跟咱咧烦恼对方会笑袂笑，迄个要紧啦。卖咧烦恼对方要互我笑，卖互我笑安尼啊！不然呢，一点小小的过失呢，那就毁掉我们跟对方的关系了。那这样咱就无法度真正去拥抱众生。所以我安尼讲，希望咱今日有一个主题，修八关斋戒，咱来忏悔过去，咱来改变家己，安尼好唔好？对明仔再开始，恁兜的人，哎，你逐天去修八关斋戒，等下你才笑啊。然后呢，哎，你就开始咧学佛啦，学佛就是一种快乐欢喜啊。当然有人讲，哎呀，世间极苦啊。当然，徛咧小乘佛教讲的是苦；徛咧大乘佛教讲的是众生比较要紧，众生的苦。既然众生的苦，我一定要会快乐啊。一个医生要去看病人，一定在笑哦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这样就好啊。一个医生在看病人，面有角角，那个病人说，啊，这是我死啊。所以菩萨，你不可显现那种苦，那种严肃。这个世间没什么大不了，万法皆空，有佛法 OK， 对不对？有药啊，没问题。所以我常常去做念，包括我跟我老母最近王兴哦，哎呀，母啊，无问题，总甲你传好啊。你唯一爱做的是什么？放下，放下，哎，好好啊，念阿弥陀佛，哎，我做好你这善事，安尼都好啊。当然，阮大兄是面忧面干，还叫做悲观主义啦，啊，那安尼呢，对方就会烦恼呢，对不对？他就互相影响呢。互相的放不下呢，安尼啊，所以这点啊，修行佛法是要断烦恼，大乘佛法断习气。那个习气是讲，咱卖有迄个歹的习气。虽然你好心，啊，你拢无咧笑，安尼啦。啊，虽然你袂敢害，啊，唔嘛咧讲好话，安尼啊。啊，点点人就发觉讲，哎呀，唔爱跟你合伙啊。所以这点啊。咱行到什么所在，咱要强调先让别人快乐，先讲好话互听，先讲笑话互听啊。光明那边永远拢伫的，然后啊，因为日头若出来，乌暗就消毒啊，咱无必要去一直苛责在乎对方的缺点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就像去监狱一样，监狱的人当然是犯罪啦、痛苦啦、假动啦、做歹代志啊。但是释迦牟尼佛要告诉我们是说，没有问题，你有佛性啊，你也在醒佛啊。每一个人只要把光明面放大，啊，你黑暗面就无去啊。这个叫大乘佛法，修行佛法是针对生命的苦、贪嗔痴、轮回苦，紧来个断除安尼啦。但是大乘佛法是针对众生的佛性啊，乃至未来的极乐世界，你该讲。安尼道理有了解无？安尼小变一下，好唔好？啊，那你要开始去改变自己，
让别人有这个欢喜心。好，请看到42页，所以就那台众生都来欢喜，好不好？没问题，没问题，这样啦，啊，大家今天都要做善事，做好代志，来即解脱，啊，往生极乐，啊，后摆这个好好变成快乐的学校，无阿伯来读册讲紧的，紧的，扎一张符啊去，哈，明明大家拢相信，结果每一个学生书包那么扎一张，好张嘛扎几啊张，啊。啊，所以那安尼是一种对立啊！你甲对方讲，你甲我害哦，我身躯拢炸济哦，要修剪哦，啊，那安尼你越对立，也没办法帮助对方，也帮助不了你自己吧。42页，开导，善男子善女人等，逆定的因困困恰可逆，为逆定做。八戒本师所有语言听我开导，佛戒者，如来利益众生之修无，显性修道之要戒，三机顶前七种通修，要我三道而直趋人天，要超有流生死轮回而静定觉化，五行运在戒为丢舍，万善可比戒为基本。各位，以今日12月初一来到咱校内底做道场，求受八戒者，心中了解八戒名体，初方以各位一一传授之。连处八戒，名曰八观斋，观者禁闭之意，为禁闭八事不犯过，斋者节义，以过中不失为载体。八事造成清净载体故，尤其八事载体共相支持，又名八机载法。师弟载一名戒，佛所制定故，戒一名载，即身口意三业故，这同要紧啊。以身业起，则无秽恶。咱今日无杀生，无偷盗，无淫欲，无种种的爱染。口业起则无助过失，咱今日拢袂讲歹话，骗人骂人，讲是非，讲无意义话。心业起则无烦恼诸漏业因，咱内心内底充满善良的心、慈悲心、爱心，然后空性的清净心啊，看到众生的佛性心，等等，绝对无五执贪嗔痴、五慢怀疑、嫉妒负面的心念。所以各位必须一直以啊来精进，除了随喜所有众生，乃是三宝弟子修行的功德，那么要打拼融入咱的功德，对方啊。所以内以六念尽其志意，咱的内心内底保持念佛啊，一切佛哈林慈悲啊，想到咱都哎呀，真感动啊，流目屎啊，感谢佛。第二念法，那一切佛跟咱讲的教法，拢要让咱得到快乐，那就帮助众生。第三念经，啊，即搭按照佛的正法来修行的，不分在家出家菩萨，那么是人天福田，和人甲天神正福田。第四念天，啊，各位咱今日精进啊，一日一夜八关斋戒，啊，要升天升天，要做皇帝做皇帝。要往生极乐世界，冇法度去极乐世界。要投胎内内院拢会使啊，一日一夜就这个功德啦。第五念戒，清净身心。那么咱一定爱净化家己，今日跟那个三温暖同款呐啊，和家己呢恢复咱的佛性，恢复咱的本体啊。跟那阿罗汉安呢，绝对无贪嗔痴的清净，进一步。菩萨充满了大悲菩提心啊，安住在空性，安尼来意念。第六念布施，那是进一步要帮助所有轮回受苦的众生，那是呢对世间法来讲，帮助善巧人啊，护持三宝。所以我在以八条戒律约束咱的心跟口。第一，
不杀害众生，第二不偷盗财物，第三哦真快乐，男女中间专断淫欲啊，这句话同要紧啊。释迦牟尼佛在来讲，无欲望的快乐超过有欲望百千万倍的快乐啊。所以一个人自由自在，刚才各位你知嘛？无咧巴肚枵，无咧喙焦，安尼快乐无？自在啊！世间所谓的快乐，其实拢是一个痛苦的开始啦。哦，爱啉汽水的讲汽水快乐，爱食薰的讲食薰快乐，爱跋筊的讲跋筊快乐，爱谈恋爱讲谈恋爱快乐。其实谈恋爱敢有快乐？迄是咧食毒呢啊！敢若食薰、食酒同款呢。但是你无需要爱情啊，敢若咧自卑，安尼有快乐无？这痛快乐啊！所以各位，你即马有嫁翁啦，有娶某啊，但是呢，你爱用佛教徒的感情去对待对方。佛教徒的感情是一种无压力，真正要对方幸福，绝对会原谅对方啊。所以呢，会疼惜对方的缺点。哎，敢若你的囝咧破病，你会好好甲疼惜，啊，希望伊好。你唔是甲破病，砰，扒了，破什么病？对不对？啊？那你对你的囝就是要让他快乐，所以那好好的人，哎，练习嘛嘞。你那练习完嘞，你那阿爸家庭的关系就好。啊，你来用世俗话去跟对方斗阵啊，一个好好的人，那是过去世有好好的神经的人。你来用世间话去跟对方斗阵，你也足艰苦，足艰苦。啊，刚刚各位在吃素食，人叫你吃肉，你看你有艰苦无？刚刚各位你拢无在吃荤，人叫你吃荤，你看你有艰苦无？所以好好的人，你若去追求世间话，讲咩追求一个快乐的爱情啦、好家啦，卖想话啦，啊，不然好发生就给你杀断去，伊就不爱让你去享受这种快乐，你们才会受刑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去享受世俗的快乐，你就去轮回啊，安尼就艰苦啊。所以咱好好的人，咱要追求的是一种清净的快乐、慈悲的快乐、无欲望的快乐、帮助众生的快乐。这才是咱要行的路啊！所以来问一下，升天较好还是去极乐世界好？极乐世界迄种快乐，天顶要安怎比呢？啊，你爱安尼想啊！所以快乐甲幸福是决定伫你家己。你若了解佛法，哦，你即马快乐啊！哦，阮翁拢无转来，偌好呢？啊，生未出囝，哦，好呢？啊，所以。啊！恁孙要出家，嚯、哦，放炮啊呢！啊，因为你刚才足快乐，恁囝讲事业失败，讲好啊，带你来受八关斋，无你拢唔转来啊！所以，因为伊伫世俗的快乐内底，伊就未记伊个，伊就未失啦。所以佛陀讲，世间人凡夫拢未失伫这世间污染内底。所以，恁囝摕一个手机啊咧耍，恁孙摕念珠咧念佛。当然嘛是念珠快乐，对不对？哎，无法度来去迷失伫这世间啊。所以各位，你一定要思维这个道理。你想哪会痛苦？因为你去追求世上的快乐，你去要求别人，你想要控制迄个代志，你无了解因果啊。别人对待咱的拢是咱的因果，咱的欢喜接受。咱对待别人用修行的心去对待，安尼就好。咱得有一个改变。因为我特别安尼讲，是因为咱受八关斋戒，不是干那这仪式顶头讲哦，我安怎，我安怎，我安怎，啊，我拢受完嘞，我受甲出好呢，安内破病还袂好，啊，阮翁个对我无好，囝个无友好，那你将佛法当作一个交换啊，我受个好，啊，你来互我好啊，因为你重点是佛教人保持一个正念，念佛、念法、念经、念天，啊，咱来这世间是来。害者啊啊啊！这个业障了完，咱就要来极乐世界啊！那同志们升天，你敢那想着未来的快乐？哎，你今嘛无紧消业消业啊！你得改变观念啊！你改变观念，你今嘛当下就快乐。叫做什么来？现世乐、来世乐、净土的快乐、究竟的快乐，还拢得个着啊！啊！你即马若无现世乐，那有可能有来世的快乐，无可能的代志。所以咱即马要念阿弥陀佛的人，哎呀，世间无常幻化，
世间极苦啊！我真能了解啊，所以咱未去。